啊，今仔我来做主持人，来欢迎收看《全民最大档》。全民做老板，全民诶做老板，全民做老板。谢谢。今仔日啦，请到我来这边当主持人，一定是有大咖来。因为没有大咖，我是不愿意出来的，出来赚，出来谈哦。那今天我们要讨论就是，又是超时工作，又是聘请那个童工作夜班，啊，工作问题很多，啊，这样的工作会不会让你啊觉得充满？有做惊叹号，前面有做惊叹号，惊叹号都唔知，都跟他讲真欢喜的意思啊，是安怎样？哦，啊，今天讨论这题目，我想。等下应该甲这题目拢无啥关系，因为等下要介绍这个大咖了后，大家目标转向伊遐，讲伊的新专辑安怎，讲伊最近安怎，而且今仔个有夜市人生，今仔题目根本就讨论袂到，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今天赶快介绍这位惊叹号的国际巨星，吼，这真正台湾之光，也是我诸葛亮来介绍上确定、上恰当，来欢迎咱的台湾之光。周杰伦，赶快啦，差不多拢超，派两个头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啊。然后接下来要搁介绍，就是捌甲伊啊唱过歌，这嘛是华人之光哦，会使讲演唱会啊啊，逐场都客满。来，华人巨星挥琴小哥。像小鸟啼，江畔翻云梯，这里是天上人间。哎，大家好，我是小哥费玉清，费玉清的轻音乐，让大家惊叹号了。我想说，讲到惊叹号的话，大家想到我的好朋友，忘年之交啊，我要唱首歌来欢迎他一下。哎，老师，哎呦。改欢迎哦！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送走这美好的一切，走动。金汤号已经卖完了，不要再买了，谢谢大家，谢谢。好啦，你有强迫症了。你我跟你讲，你都爱在迄个周年庆唱这条歌，今仔来才唱这条歌，未输到节目尾，都要结束的。奇怪，怎么刚开完场就觉得自己好像要送医院了？差不多啦，我靠氧气筒啦，你先用氧气筒。谢谢。来，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可以说也是创作型的啊一哥啦，哈，也在讲劲大一哥，而做郑俊英改 dancer。不好意思，我是艺坛一哥，不是政坛，我不搞政治的。大家好，我是那个天才，也是鬼才，更是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因为敢问了公蛙喜二哥，就没有人敢说他是一哥，因为我是郑俊英一哥哈。周杰伦、惠鸿都是学我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怎么讲呢？因为你看，最早走中国风是我，对不对？我的那个演技面度的关乐雅，就关乐雅就是中国风，对不对？我是最早。人家中国风很帅，你的中国风感觉好像要出病。不是，而且你看，我跟周杰伦都一样，都是这个词曲唱三种创作为一身的，对不对？而且我们都很爱家，对不对？他很孝顺，但是人家受人家喜欢，但你是受人家干扰。我也很受人家喜欢。他写什么听妈妈的话，我也写给我也写这个阿爸老伯，对不对？然后他呢，这个很有才华，我也很有才华。他能导能演，我也能导能。对不对？我们两个都很多女孩子喜欢，对不对？他从来都不交女朋友，我从来都没有不交过女朋友。这是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了。这个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小老弟有这么好的成就啊，能够影响他这么大，我也感到很感动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啊，谢谢啊，这是我的点子。正段哎不，哎综艺安尼惊久啊，也唔知讲郑俊英要影响周杰伦啊，拜托伊，受我影响嘿。接下来要影响伊上侪，都爱介绍一个啊。啊，但是听讲即届即个周杰伦的专辑，并无伊作词的即个曲哦。什么人？知名的创作人黄文山。
家，徐君宏。哎，你哪位啊？哦，我是范文山，很明显的。我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不知道前面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前面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人身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周杰伦如果没有了我就没了，你知道？因为其实呢，当时说周杰伦没有了你就没有了，是不是？不是，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周杰伦的曲加上我方文山的词，就是一个黄金的组合。如果说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周杰伦的歌没有我的这个词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只有伴奏，他变一个音乐家而已。所以其实呢，我想今天刚开始发我来这个通告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应该是我跟他坐在那锅子里面，但后来没想到他可能现在比较红了，那就把我放在旁边。因为你太胖，坐进去太胖。对，稍微有发胖一点，那个是真的。那没关系，等一下会带来一些精彩的一些歌曲给大家。谢谢。哎呦，好，谢谢。啊，刷来要介绍这哦，甲本质哦完全无关的，啥要介绍伊？因为周杰伦内底新歌有介绍水手哦，所以讲今仔请一个啊卡通影片上厉害大力水手拍拍啊奥利维，甲着大块blue 啥物？不是秃噜头来个现场来。哎，大家好，哎，俺叫做布鲁托，我就是拍拍水手里面的男主角。我旁边这位，大家好，我就是女主角，我是奥利维。大家好，我是许新良。哇，可是洛伊汉，哇，这 cosplay 水手啊！讲真的啦，好看的，哎呦不错啊，哎呦我是婆婆好不好？哎呦婆婆，现在更希望大家可以叫我水手。老师音乐谢谢，老师 music， 哎老师，哎呦 ，OK， 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这样唱。叫我水手。正确的唱法，我还是教大家唱一下。这个是，这叫海鲜。谢谢大家。哎，安德鲁 ，Andy 来了对吧？好，好，谢谢哈，谢谢。哦，那个大扣的啊，他宽宽的那个看，如果不介绍，以为是矿工啊，哦，来到我们现场。来，啊，今天我们啊，台湾之光周杰伦。来到我们现场，当然他推出新专辑，你也看麦，一块专辑叠加，哦，一叠足高的，哦，声那足高，因为先甲拍开，拍开你也看麦，哦，打开你看看，还有这个勋章，哦，还很厚，翻开来海浪，哦，再过来海浪，哦，结果有一艘船出现，哦，哦，地铁的惊叹号，哦，你给我看麦。啊，海浪滔滔，我不怕了哈、哦。这就是啊，野鸡的水手。哎、欸，你哎、欸欸欸、拜托的好不好？这只船不是八月十五要出航的。哦，这就是周杰伦的新专辑。来，杰伦啊，啊，今仔日来个这个节目，啊，今仔拄啊讨论到讲又是超时工作。我刚刚我们艺人都是超时工作。对。杰伦才超时工作。哎，超时工作。超得凶哎。哎，他超得快死掉了，超时工作。哎。啊，这张专辑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有《水手怕水》这条新歌？其实，就是现在是可以打歌就对了。啊，你不要打闹，就我们就继续见行节目。我先打一下，这个跟超时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个专辑里面有这个船呢，平常可以摆着用。谁在用啊？所以是要再高下，是要再安怎？就平常要如果吃寿司的话，就可以变成寿司船。哎呦，有影呢！哦，哎，这我被坑寿司，我管他坑三地了。那还是哎、欸，那还只是瓶装的、啊。你要看像我这边就是精装的，你有没有看到？哎，它里面的这个造型是一个那个藏宝箱啊。哦。里面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完了。对啊，这个才更值得收藏啊，对不对？你那个沙西米在那个船上吃不完的，放在里面，还可以放冷冻库啊。哎，所以你要的话，你就是那个精装、瓶装，你都去买一个，还有纪念装三种版本啊。哦，你也看嘛，一个专辑够精装版的，够这个看嘛，给囡仔做劳作的这个版，哈哈，也在做船啊。哎，啊，你这届专辑敢有人合唱？其实之前不好意思。你
暂时啊，你还搁走一样呀？不好意思，因为在那边 stand by 准备跟我们这个好朋友稍微合唱一些东西啊。对，有史以来啊，能够碰到知音啊，就英雄惜英雄啊，我们两个在音乐上的这个造诣啊，算是旗鼓相当啊。他只是年纪稍微轻了一点啊，我也是属于啊创作型的。但到现在还没有创作半首歌曲啊！那今天来这边呢，主要是帮我们周董，但是这张新专辑还没有跟小哥合唱，对对对，所以可以晚点再出现没？啊，是，那再报首奖。你够 lucky 啊！哦，我今天专辑没有跟小哥合唱。哎，你赶快讲一下惊叹号是怎么回事？哎，惊叹号什么意思？是不是为什么弄一艘船出来？是不是要骗大家的钱？不是，可以让大家收藏一下，因为。专辑之前大家都不是大家，之前我的专辑做的比较简单一点，那想说这个可以大家留着，比较复杂，支持正版，因为怕大家去网络乱下载。这一次是船，那下次打开来就是飞机了，那还有打开来，就是周杰伦的相片，整个立体的痛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叫做惊叹号这个专辑？惊叹号其实就是比如说哇超屌，那后面有一个惊叹号，这种感觉就是这张专辑超屌，有一个惊叹号的感觉。哦，就是周杰伦呢啊。出品的物件必属佳作啊！那惊叹哦，哇，超屌，超屌，那是不是工作啊？哎，是不是要唱歌的时候就？其他那个 demo 的工又是超屌工作哦？为什么有惊叹号这个专辑啊？这样就好了哦。我们待会再来讨论啊。我们先进广告。全民最大党，我第一了，诸葛亮。好，我们今天呢讨论题目，又是超时工作，又是聘请同工作夜班，工作问题都这样的工作，会不会让你充满啊惊叹号？哦，我想要讲较紧的，因为今仔题目无重要，咱主要就是要介绍这个台湾之光周杰伦，已经大咖来到现场啊，讨论迄题目要创啊。来，既然要讨论这個，听讲啊，这个周杰伦啊真喜欢甲这古仔。啊，玩捉迷藏，哦，定定咧唱歌仔讲，好，等你甲翕到个，翕到再搁讲，那无翕到，你就莫讲话。好，今天我们这个啊，国仔的大佬李志英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来到现场，周杰伦就走人了啊，他躲在其他的墙角录了一段 VCR 啊，听讲啊，要甲这个周杰伦啊对话，哦、啊，来看伊要问周杰伦什么话，来看一下 VCR 啊。看这台剧，好好吃的感觉。哇，我知道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呐、啊。对啊。但是上班的时候先不要看了，好不好？台剧原地乐家唱你买回家自己参考就 OK 了。有到底什么问题给我问？啊，老总，我有问题，就是周董的新歌啊，皮影戏，他竟然找虫虫来填词，不是找方文山哎。对啊。那怎么报啊？标准的喜新厌旧吗？啊，其实不是，你最主要的是想要一个新鲜感。因为你方文山实在太厉害了，两分钟就写一首歌，哇，是不是？快，所以他这个为什么要用虫虫呢？对，为什么？给虫虫一个机会嘛，因为虫虫写这首歌写了6年才写出来嘛，是不是？所以要给年轻人机会，哇，他也不年轻，那四十多了，对不对？这就 OK 了，给老人家一个机会，给老人家一个，这就 OK 了吗？是不是？而且他这个这首歌。叫皮影戏，对。如果他这首歌叫皮包戏，那就 OK 了。反过来是戏皮包，是不是？是细胞皮。我听说这里面呢，好像他还用了一个新人叫小虾，是不是？这很好啊，因为小虾在模仿费玉清嘛。对对对，费玉清让你久等了。他为什么用小虾呢？你知道吗？因为小家便宜嘛，所以呢，就是一个老头，一个便宜，所以他用这两个人喽，这你懂不懂？啊，所以我觉得呢，最主要，啊，希望呢，周董，我是不情之请，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帮全民最大党写一个 rap 的歌，或者是 hip hop， 随便你，帮我们写个主题曲吗？唔怪啊，可以吗？可以吗，周董？相信啊，这个 VCR 问得很清楚，有没有时间有空帮最大党写一首主题曲？哎，我来回答好了。哎，对不起，没有。哎，拜托，时间加短点，好，我周杰伦来回答。啊，这真的吗？真的吗？嗯，啊，我录开始，是。OK 啊。OK 啊，哎，稍等哦，你这个 OK 好像很敷衍哦，你听说你有帮九孔要做一首歌，做了2年都没有出来，对，
我就写一首歌，就是大家一起合唱，这样还不错。哦，大家一起合唱。对啊。你写给周孔，你马上写好也没用，他也不会唱啊，对不对？那不浪费人家的歌，对不对？好好好。嘿，如果周董你没空，我来写啦。我一个我也是写，我一分钟，方文山两分钟，我一分钟就写好了。三七八波浪费体力的瓜。哎，你别周杰伦。拜托，哎，我才讲，我说不要讲方文山跟他配，我一个我就跟他配就绝配了。他写的曲，你看，比方说，我直接举个例子嘛，这个周杰伦写一首歌很好，叫《安静》，对不对？我写一首歌很红，叫做《Gay Out》，我把两个歌，我的歌词搭他的曲，绝对是绝配。比方说，你听听看，哎，老师，麻烦哦，你不要弹，因为我知道你跟不上哈。阮将青春嫁在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到老，人情世事看透透，啥人比你比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乎恁家，才知影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回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先走。有没有很感人啊？你是在靠腰。这个给熬搭上安静，你就不知道。所以我说，我跟他真的才是绝配，对不对？难听死了！我配你个头啦！哎呦，黄国山，你站出来，你厉害了！后面那个一哥，我打扣哎，你攻下面。我稍微变胖一点点哎，好不好？但是我要稍微跟你讲一下，就是一哥我尊重你啦，你这样随便改我的词，我觉得 OK 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写的词已经是这种脍炙人口了嘛，像《青花瓷》现在内地已经成为一个这个教材了，国文教材了。那当年我写的《威廉古堡》呢，其实在当年金曲奖就完全打败了，好不好？打败了一哥那首《Gay Out》，我得到了金曲奖。所以嘛，你那年打败我，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评审不公嘛。啊，不是，而且像一哥这种改歌的这种伎俩，其实我也是可以稍微改一下歌。我就把你的歌稍微改一下，好。哎呦，我的歌你别改什么歌 ？Gay Out，Gay Out，Gay Out， 改改。我不是歌手，所以唱歌没有太好听，但是你不用再讲了。你被请，快点请。有一日你，有一日你无效，写来写去遐几条，伊的后招我嘛会晓，实在是不知影伊是咧创啥潲。真故事多，那其实稍微改这种歌，我们也是很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一次说惊叹号这个死亡，然后也说。可能那个副歌部分我可能唱不上去，但其实我也是可以稍微针对这个惊叹号副歌，我也是可以唱一下。可以不要唱嘛？没关系，我的歌已经被你唱了。因为刚刚是那个你的曲影响到我这个唱歌的能力，那我这个自己我自己可以。对对对对，你的词跟杰伦的曲了哈。今天唱起来，老师老师老师，赶快播份摇滚舞。一力极限燃烧，哇靠，都是仰天咆哮，哇靠，自己创作跑道，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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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哇靠，一力极限燃烧，哇靠，都是仰天咆哮，哇靠，高速奔向目标，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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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都不要吹牛啊！刚刚 VCR 是问周杰伦，都加一哥啊，跟方文山弄到臭蛋，但是没有周杰伦，青菜给咱做两句啊，够发动。哦，现场吗？现场，还没准备好。哦，还没准备好啊！啊，你要知啊，已经在酝酿啊！啊，但是全民最大党这条歌当时出来啊，等伊出来时阵，周杰伦会过来现场了哈！啊，记得。啊，今仔日啊，咱个题目要问哦，啊，不是，要问这周杰伦哦。啊，你今仔我相信啊，他每次出新专辑都是先挑全民最大档来上，你是不是很爱这个节目？哎，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在家里跟妈妈看，有时候真的会笑到在地上滚，当然不是妈妈在地上滚。哎，你这句话跟他有语病哦，跟他是妈妈真正在地上滚哦。所以有时候配合这个要稍微幽默一点。哦，有影有影哦，这真正这咱的忠实的观众，但是阮也是上喜欢的专辑，伊的专辑出来，阮大家拢甲买一台哦。所以讲啊，等下再过来甲访问。今仔我就甲你讲，甲题目完全无啥关系哦，因为咱即马进广告了，马上。啊，搁定来时阵就是台湾传奇之夜市人生七十九集的播出。来，我们先进广告。人生海海的世界。也是人生伴人的故事。
我一份书，大家好。无唔对，你今日看了无唔对。我这个百变主厨啊，贵宾厨，今日八班的都是美丽的空姐。Attention, please. Now, I am flight attendant. 哦，以前马龙讲 stewards， 但是讲 stewards 有靠性别的关系，但 flight attendant 安尼都无要紧啦。Cabin crew 安尼嘛是 OK 啦。哦，啊，日语叫做啥物呢？叫做客室乘務員啊，ここでサービスいたしますね、これ。为恁服务就对啦。啊，所以讲啊，即摆庆祝咱台湾吼，这个免签证国家吼，已经到了124国哦。啊，而且吼，哎，还有还有日本哦，啊，签证有做东京的天空设定，哇，厉害呢！未来可能甲这個美国啊，我那边签呢。哦，啊，台湾这护照足好用的啦。甲世界接轨啊啦，所以讲今日咱也起码要来小看一下，甲这個世界吼到底有接轨啊无？来，更加关心一下。等下就变。哎，关关，嗯，你得。唔对唔对唔对，哇！即马哪有法度啊？那叫你小白咧，哎，出一时比一时啊！你即马已经是药品集团啦，年终啊发27个月，硬比其他迄个集团啊加发1个月年终奖金的啊！即个药品排骨连锁集团的 CEO 白当，乖乖，哎是是，拍拍死啦！我想讲头一摆拄甲你见面，都有代志要甲你相求啦，安尼啊？系啊，啊无哎。就去不讲话，哦，踹空，哦，喂，嘿嘿，好，来啦。哎呀，这两个敢那王国甲六国，他们在冲啥会？哎呦，你好嘛？娜娜，我乖。咦，俺奶奶管。我食伊豆，我当作你是阮奶奶嘞，遐个叫你亲戚哦，拜托嘞。好啊，阮这对不对？好啊，紧来啦，我把骨汤都煮好，足好食，紧来食，足久无来安尼。对呀，我来啦，你讲讲。什么？你竟然叫我跟你斗这三工，你出话当真啊？袂当的，千真万确啦。我跟你讲啦，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我跟你拜托啦。现主持哦，我时间足快，我无时间啦。那个现场哦，啊交代阿祖祖啊，我先来走。哎呦，大只个死大可爱啊！啊话啊讲无两句，尔随个镜头啊煞对车来，啊叫恁祖妈是要接啥？啊，我都还袂穿好，你是咧？我咧包装呢，啊，啊你都要还袂演啥小朋友，拢还袂演到，你要转过来遮。啊，好啦好啦，啊到底这个白档哦，啊叫一关是要拿什么比赛来给我看一下？我跟你小输者，跟小命者。好，来，大力随手来，演一段。你快一点嘛！哎，普派，我怎么睡前看你在工作，然后我睡饱你也在工作啊？哎呦，这个因为这你干什么？看我干嘛？我是在训练他，让他有强健的体魄，懂吗？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压榨普派？违反了劳基法第30条吗？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哎，你看他嘴唇都已经发白，就让他休息嘛。休什么息？你要让他休息没问题，除非你当俺的女朋友。不行，千万不可以！我宁愿做到死，我也不会让他变成你的女朋友的。哈，为了你的健康，我还是答应你了。对，走了，等一下，等一下，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哦，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把我的眼泪怎么送到雨天？哦，越过你画的线，我定了勇气的终点。这个中桌是炫咱在做的，你这盒子做什么东西？是这样子，拿好。啊，是。老师，能不能给俺一个个的时间？你什么东西？
你唔捌看过水手去用当场拍死哦？没礼貌，对女孩子不尊重，好不好？拿着，看看大哥一哥怎么做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哎呦，继续。把故事说到最后才说再见。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你也打我，你也打我，你也打我。你怎么敢？你敢打我？对，我不要跟你们跳了啦！你们都这样吃豆腐，然后又乱跳。如果是原版的话，才不会这样嘞。哎呦！哎呦！哎呦！老板，打不开吧？阿玲姐的头没开，是真的不要出来了。啊，不是你，别出来，出来。好，哎呦！哎呦，啊，这有点忘记。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再说再见。哎呦！你说我的，就怪惊伊哦，你别惊伊啊。就当，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东西啊？你没礼貌啊！人家是天王嘞。对呀，人家是天王，你这样装，你是女孩子装人家，我们才没关系。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哎，真的，哎，不要了，人家这个歌是在演唱会才唱的，平常没有在唱啊，对不对？谢谢。对啊，真的，对，没有，我们真的要唱一个水手嘛，水手怕水嘛，对，唱一下这经典的歌，对，经典的歌，哎，感觉，哎，老师，那个水手怕水，水手怕水啊，水手怕水，哦。叫我水手，多看看妹妹，没人鱼勾引我这条秘密。看我水手，哦，看看看你，我喜欢你胜过蚂蚁。这些还是不成，跟我来学一遍，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了哈，我的艺术家了哈，来我们进广告。好的。好，大家会觉得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因为有周杰伦在现场。但是周杰伦啊，他这个话不多，他要我转达各位啊，他有签唱会的事情要跟大家交代。哦，11月26日几点？下午2点，梦时代购物中心啊。那其余交给小哥，让大家久等。一楼的幸福广场。今天这个主持人啊，今天来这边呢，哎，我和这个啊杰伦的演唱会，是不是我们两个一起？不是签唱会，我自己的签唱会。对对对，就是小哥的签唱会，就是在高雄的梦时代。我是杰伦的啊，我看人我不太清楚，哎，我不晓得方文山你清不清楚？没关系，没关系啊。我再跟大家提一下，11月26日晚上7点，在星光三月这个中港店1楼的水舞广场也是有的。那台北的话是在11月27日礼拜天下午2点哈，西门町电影街武昌街2段，大家去那边塞爆整个西门町，谢谢。哦，一家顺耍，都共解购周杰伦超时代演唱会，在高雄巨蛋特别场，12月17、18晚上7点半，大家要注意了哈。啊，好了，最后你们要老师音乐就先下好了，好不好？来唱一首歌，跟我们周董，很难得知音碰到知音，那最后一首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云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窗外，你是否还在？情深何来，深深何在？用一生去等待。感谢。值得用一生去担待。啊，咱今仔真正欢喜咱的台湾之光啊，超级巨星周杰伦来到现场，谢谢大家收看，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最大胆再见了，谢谢周杰伦，谢谢，谢谢大家。会记得11月26号啊，高雄梦时代的播两点全唱会，好，大家一个。